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蝴蝶梦》这首歌，这是我跟小虎哥呢，嗯，在去年哈。去年你的专辑，去年年初，对对对，我们非常满意的一张，那么也非常谢谢所有的歌迷的支持。所以这次呢，能够继《蝴蝶梦》之后呢，这一张专辑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叫做《美丽的侧楼》，美丽的故事，优美的旋律。现在这个景呢，让我想起以前去意大利的时候，哇，那个雪景。可是知道吗？这一首《美丽的错误》哈，也是恭喜，也是恭喜百万 MTV 啊！你看，我想应该超过百万吧。对，这个电影的道具啊，电影的这边来讲哈，布景。我来解释一下啦哈。这首《美丽的错误》伊规个剧情的是经过精心设计。一开始咧，两位男女主角呢，因为天灾地变，所以这个一条非常美丽两个相会一桥吼，啊，怎转去？后来我变成一只乌鸦了，你抓到了一些乌鸦的羽毛。结果咧，阿爷我是摔落去这个北极吼，啊，我是摔落去迄个撒哈拉沙漠。啊，结果两个人相隔两地吼，因为我拄好分开的时阵吼，阿爷我变成一只乌鸦，啊，我拄好叫踹到烟芒，所以两个怎么变成两个人底下咧，两地相思吼，结果到尾是安怎咧？爱请咱的好朋友加支持阮两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买到阮的 DVD 或是 VCD 的时候，请好好的欣赏。其实刚刚在拍 MTV 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又看到那个小五哥在拍摄的时候呢，他那种表情啊。然后让我们唱法我们两个分隔两地，一个人是在沙漠，一个人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两个人要寻找那个交集，然后很可怜，很美丽，美丽的错误，应该恭喜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哈。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喜欢这一首美丽的错误，还有包括整张专辑12首歌，每一首歌的对唱都非常的好听，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支持我们豪记龙千玉蔡小虎，谢谢，谢谢。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眷村的展览馆，很特别哦。那么这首歌呢，是拍摄《简亲亲 M 伯伯》哈，这是那个于老师呢，特别呢写给他跟我一起合唱的哈，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然后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哈，听起来很舒服哈。我们现在就请那个于老师好了，于老师，我先把你点配了够呢，喂，不好意思啊。老师你好，哎，你好，龙千玉你好。这个这回吼，甲这个龙千玉合作啊，内底有几啊首歌是我写，有几啊首是我甲你合唱的。对对。感觉上真好，因为听到龙千玉的歌声，让我心情感觉真轻松。尤其过年时啊吼，难免大家吼买一点新的 CD 吼，等个厝里听。听这个内底龙千玉唱的歌，也佫有别人写的歌，嘛真好听。大家记得龙千玉赞，谢谢老师，谢谢，很开心的哈，老师感也第一次哈，这个女主角呢献给我，我想这是老师第一次跟女孩子合唱哈，跟拍 MTV 嘛哈，所以龙千玉觉得非常非常荣幸。那我也因为我比较少唱轻快的歌曲嘛，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很适合我跟老师的痛哈，就是有点音色了，我都有看小鬼公金金章哈，然后带着淡一点点的无奈哈，你在酸的，嘿，又酸酸的哈。搁再加上老师唱歌迄种特色，迄种气口哈，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咱的歌迷一定会喜爱哈。要记得哦，于龙华于老师还有龙千玉哦，赶紧支持哦，谢谢。我们现在拍摄的地点是在贡寮一个荒山野，荒山野外，荒山野地啦。荒山野地，荒山野外啦，野地那边野外，野外是野外。
无啦，因为当时啊，你台语国语翻袂使直接翻啦。哦，我唔敢跟老师点嘴，因为老师是哈，这个才子型哈，他歌词写得很棒，歌曲写得很棒，所以亚公一万加公二哈。那我们现在拍摄的这首歌呢，是陈老师收下海中山哈，是我们两个合唱的。那陈老师已经有三年，没有从事目前的工作。对对对对。所以有一点莫，有一点生疏啊。不会了，不会了，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 monitor， 其实感觉很好。啊，佫真假呢？不会不会不会。然后我刚刚问陈老师，喂，老师你变瘦了呢？然后他伊偷偷甲我讲吼，伊腰甲要死啊，半边拢起来偷食苏打饼。无多，因为为着为了阿腰夸张吼，啊，这个真的是对较早袂切过，到起码头十年时间吼，啊，差不多肥差不多十公斤啦。啊，所以呢，为着要较好看，要配合阿腰啊，画面比较美一点。啊，所以说我逼自己要减肥。啊，所以无多，已经只爱先。减食饭啊，巴肚要先倒袂掉，先大家苏打饼干配开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过我相信，朋友在看这个 DVD、VCD 的时候，都是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这个辛苦真的是有代价的哈。那么这首歌呢，叫《海中山》。我感觉有当下人的感情，就亲像海海中的山同款，一来一去，你再不要海水一去都赢。我觉得它的意境很深，那么很美，我非常喜欢。老师你感觉？我也非常喜欢，因为那是我写照，或许也可能也是每个人的写照。我还知道陈老师这首歌跟他是在花莲的海边下哈。在花莲差不多海高坡说十年时间啊，说有感而发写出来的。好，爱给海中山哈，多多给我们支持捧场，谢谢老师。你给我这边，我边给你的歌没讲吗？无多啦，唔是无多啦，讲唔对伊吼，因为算头一届，较紧张吼，我讲唔对话。不管安怎，祝福大家拢赚大钱，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哇，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豪记的这个一姐，龙姐龙千玉哈的《风中玫瑰》，果然受到大家的这个肯定跟爱护哈。这一次呢，接下来丽友很荣幸能够跟我们这个师姐龙千玉呢来录一张这个情歌对唱，其中有两首是由丽友跟我们师姐龙千玉所对唱的，希望到时候呢，各位观众朋友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师姐还有小弟翁丽友，谢谢。